张老师，怎么刚开始你就不练了？你是不是有点不太高兴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最会察言观色了。你平时练起来龙飞凤舞，生气勃勃的，这几天有点精神不太好。方老师，不瞒你说，我确实有心事。有心事就说出来嘛，放在心里会憋出毛病来的。哎，是我孙女的事儿。怎么了？ 他妈妈逼他考什么钢琴四级，孩子啊，除了上学、吃饭、睡觉，就是练琴。结果，身体练出毛病了。他现在一听到琴声，小便就憋不住。哎呀，孩子呢，心里也很难过，问我：“奶奶，这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啊？”哎呦，我被他问的呀。 心里也挺难过的，这眼泪水呀，哗哗哗往下流啊！哎呦，别说您了，我听着也觉得心痛啊。可我那儿媳妇呢，铁石心肠，一意孤行，只顾自己的感受，不顾小孩子，一点都不肯放松，拼命的让孩子练琴。哎，这就是你媳妇不对了，张老师啊，你应该说说她，这弹琴是陶冶情操。 也不是为了什么其他的，那在家里你不是起主导地位的吗？这话是没错，不过这督促孩子学习，也不是什么错事，但是我们的方式方法应该恰当才是，你说对吧？说的对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个练琴对小孩子的前途没什么多大的影响，就拿我儿子来说吧。 从小什么都没学过，不一样考上名牌大学，每个月6000-7000块钱拿呢。再说考9000-0分也搞不好了。就是嘛，我真怕孩子啊受不了，精神崩溃。哎，方老师，要是我孙女有个三长两短，我都活得没意思了。哎呦，张老师，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。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的生活也会黯然失色的。嗯，哦，我的意思是说。 不能消极的担心，你不是经常都说，遇事不要退缩，要积极的想办法吗？我想过，没有用。哎，那我是不是可以斗胆的给你出个主意呀？什么主意呀？快说。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啊。 美丽啊，嗯，你有没有私房钱呐？什么私房钱？你脑子搭错了，平白无故问这个问题。你就回答我，你是有还是没有？有也不会告诉你，更何况我没有。那，美丽，哎呀！ 美丽，哎呀，我又不像你们这种臭男人啊，家里藏什么私房钱，外面搞花头。我们女人，尤其像我赵美丽这样的女人，我打工无私，忠心耿耿，有一分钱都会用在老公身上的。你说的好，也没有像你这样往脸上贴金的。你什么贴金？什么贴金？什么贴金呐？啊，家里一点金子都没有，我拿什么东西往脸上贴呀？下车。 保质车距，保质车距。你。
是三天。啊，你看你这个唾沫星像喷泉一样，满脸都是。神经病，有毛病啊，受财奴啊。哎，美丽啊，美丽啊，美丽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藏私？你到底有没有钱呢？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没有。哎，你要钱派什么用处啊？哎，修车呀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，上次呀出了车祸以后，这车呢就马马虎虎的修了一下。你看那个后面一大块漆呀，那弄得像个补丁一样，多难看呀。嗯，是蛮难看的。还有，我这个车呀后座的弹簧也坏了，碰到坑坑洼洼的地呀，客人砰撞一下，他们很有意见呀。哎，大家，还有，哎，这空调也不好了，那音响啊，滋滋哇哇乱叫，简直是乱音呐！哎呀，难听死了。哦，你的意思就是说要把车子大修一下啦？我这个太太呀，非但美丽，而且聪明，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去去去去去，不要给我戴高帽子。我跟你说吧，不可能。家里没有钱，你就将就将就。哎呀呀，美丽啊，我是能够将就的，可客人他不能将就啊。你看，哎，走在路上的小姐看到这种破车，她根本就不招手啊。哎，就是上了车，她要逃走的。哎，这两天呀，已经逃掉好几笔大生意了呀。想想我这是，我心里窝囊啊，我。哟，小姐逃走了，你就心里窝囊啦？不是。小姐逃走了没关系，钱逃走了，心里窝囊也没有用。家里没有钱，你总不见得让我去抢银行吧？美丽啊，啊，不用去抢银行。我是想啊，妈呀，她帮佣的那家人啊，过两天就要发工资了，要不？要不就把他那工资拿来，我们修车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哎，这钱谁给我买项链的？美丽太太，你真是聪明美丽又贤惠是吧？知道吃饭挣钱要比买项链重要啊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买项链，我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，知道吗？啊？好，你去买，你就是买金块，我也不管，全家老小和西北风，我也不管。哟哟，你凶什么呀？是三点，神经病！死老虎！钱呢？我的钱呢？我上次拿去炒股，差点套牢，不是明明还给我了吗？啊，我的钱呢？我的钱呢？啊，哎呦，天哪，天哪，我可不要活了，我总共才这么一点点积蓄呀，怎么办呢？我不要活了！天哪！我，哎呀，在这儿！哎呦，心肝宝贝呀！哎呦！在这儿呢，我还以为阿元动脑筋动到你头上来了。哦呦，总算还在，还好还好。哦呦，心肝，哦呦，宝贝啊，哎呀。